再问。今日嘅 Elden Ring 犀利啦，冇谂过盾勇都有做外乡人嘅一日。咁我哋直接嚟俾大家睇下个战斗嘅效果先。咁我哋只要大叫一声，我唔做人啦，中咗。然后呢，我哋就可以攞住个盾牌，系咁射，对住啲阿婆系咁射，系咁射，系咁射，系咁射。唱歌跳舞好开心，我哋对住佢系咁射，疯狂射，狂射，射射射。是不是很想做盾勇呢？想成为外乡人盾勇的材料非常之简单，那需要一个火焰重聚的土告，再加上黄金树大盾，配上神圣绘画盾，这样就是一个合格的外乡盾勇了。那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一 set 东西的构造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会用到印记去触发土告的，那然后这个土告就会帮自己落个 debuff， 会不断燃烧自己，咁佢係持續40秒嘅。咁原本嘅作用呢，就係埋身啲敵人啦，佢就會不断被我哋身上嘅火烧伤。咁但係伤害好低嘅啫，10几，因为我本身嘅土告冇加高啦。咁然之后配合返黄金树大盾本身嘅技能啦，专属战技黄金色凤凰，咁佢有类似格挡咁样啦，係无消耗嘅一个技能嚟嘅。佢嘅作用就係攞嚟反弹魔法用嘅。咁咁啱我哋头先用咗嗰个火焰啦，咁身上会持有魔法啦，咁然后将佢反弹出去，形成头先嘅神圣子弹。咁亦都由于头先火嘅祷告呢係会不断扣血，咁所以配合返神圣绘画盾呢去回返我哋嘅血量。咁而家呢，我哋淨係用一个护符嘅情况底下呢，佢係不断扣緊血嘅。咁当我哋攞咗呢个大盾出嚟之后呢，咁可以放喺背脊度嘅。咁佢吸发返啲扣血嘅情况呢，咁大概每秒呢我哋淨係扣一滴血嘅啫。咁所以呢个盾呢配合呢一 set 嘢呢非常之好用嘅。咁我哋就可以做到一个几乎无损嘅远程子弹啦。边度可以取得以上嘅装备呢？咁回血装方面呢，我之前已经拍过影片啦，大家可以查返，就会喺地图上方呢一个森林之门嘅废墟度攞到呢个回血盾。咁然之后呢，我哋去到右上角风车村嘅呢个位置呢，咁就可以攞埋我哋嗰个祷告。咁去到呢个位置嘅时候，大家如果係第一次嚟的话呢，会见到有一个係类似幽灵嘅人呢坐在张凳度。你一接近呢，佢就消失，然后地下呢就会出现返头先火嗰个嘅祷告啦。然之后黄金树大盾呢个就比较麻烦少少，因为我哋需要打一隻 boss 嘅。咁但係以上所有嘢呢，都只需要呢去到蓝色嘅区域，一路向住右上角嘅水路谷底下行到去城外幻影树呢个全点。当大家开呢个幻影树全点嘅时候呢，其实已经经过咗个大佬㗎啦。咁但係呢，会建议大家先开咗先，然后喺呢个全点度返转头。咁样呢，你就会见到两隻大树守卫分别系左右㗎啦。咁点解会建议大家开咗呢个全点先呢？就係我哋行呢条路呢，会兜佢哋背脊。咁大家可以用小刀或者任何嘅远程呢，拉一隻返嚟逐隻逐隻打。咁当大家打赢有盾嘅嗰隻大树守卫呢，就会获得我而家身上呢个嘅黄金树大盾。咁子弹嘅威力呢，就係随住你黄金树大盾嘅强化而有所增长嘅。一开始呢，如果你冇强化嘅话呢，就唔会有咁高嘅伤害。咁啲阿婆呢，就唔会咁开心笑住呢去迎接你嗰啲子弹㗎啦。咁所以呢，当你强化到好似我而家咁样呢，咁就可以一下秒啲阿婆啦。全部都笑吟吟，好开心咁接受我嘅黄金子弹啦。咁而且呢，我哋开呢招技嘅时候都非常安全啊，咁又可以有一个隔挡嘅效果嘅，非常之犀利，连我见到都好想用啊，好想射啲阿婆。我相信几个人连线一起用呢一招技嘅话呢，成隻 Elden Ring 呢会变成一隻割草游戏，就连大佬都可以被你轻松射死啊。最后呢，我哋用阿婆嘅笑声带大家结束今日嘅影片啦。鍾意呢条影片记得咁啱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一齐睇，仲未加入城门下弟子朋友可以咁订阅个频道，揿埋个 long 接收直播同埋出片通知。我哋下集再见，十。